名村游是早期农民提求老师二年二十八个年代时节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农山丰收的喜福仪式。人家台湾人村庙的中南屯台南的鹿儿门地区还有安尼传统的仪式的。今年庙的中南旅游业的名村游的发通廿八个新年呢，如排列的来名村游两红包，也不人感觉佮有过年的气氛呢。天师同学本庙里严重难整大春游发通严重气氛动闹热，传统桥风调雨顺的大春游发通，地庙里中南报名强气行出台关于水的名声，还有九地三芒做食的春游，春游其实谈讲没有红温哦。那每年的春游跟芒神是不一样的，它是按照今年的岁次。天干地支啊，还有五行，根据五行的颜色来制作的。那摸春牛，它有相当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在假摆的成名过后，仪式正式开始。地铁风中馆分别为春牛、明神、开工点念过后，开始开放小朋友名春牛，包括名牛仔、牛米、牛角都有红温。不过都会希望过体验会很较好。不过因为今年雨水动少，中南都好面临休耕的情形，地方父母个每家得安用个机会来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哈是这个天空比较没有作美，没有下雨，哦，有蛮多地区，包括我们竹南镇也蛮大的农地都要办理休耕，那我们祈求今天我们这个仪式也让天空作美。一来大春游是历史悠久的开春仪式，基本天天的流失体呢，一下全台乡村到台南、龙眼门同中南部民众来攀比。地方人士当然都会期盼，希望保留雅风，祈求新年顺时的传统风俗，未保留等头摆消费的群落面的。学新闻总之面，苗栗报道。